Volvo 的后车厢呢，完全不用担心空间不够，就像现在呢，有一个行李箱，一个手提袋，中间甚至还可以再放下两个行李箱的空间。那关闭后车尾门有两个手动的方式，第一种呢是直接关闭电动尾门，第二种呢是你关闭电动尾门之后，它会帮你锁车，非常的方便。